这里是华为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，这里也是华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旗舰店。今天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华为的高科技产品。华为不只有手机和电脑，华为的汽车现在也开始量产了。这款车是华为的 SF5， 这是车的尾部的设计，非常的流畅。这是一台银色的 SF5， 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饰。中控是一个超大的液晶显示屏。 SF5 分为三款颜色，银色、蓝色和黑色。我们就可以去尝试把我们曝光补偿进行一个下降。这是华为产品功能展示区，华为的工作人员在介绍手机界面的操作功能。的时候大家如果拍手机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去拍啊？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听产品工作人员介绍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是华为电脑的展示区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华为很多型号的电脑都一台难求，我们国人对自己家的品牌还是非常认可的。这是华为的智能音响，这里是华为的音频区。华为的智能眼镜，这是华为的运动健康区，华为的智能手表。在一楼，除了产品体验区之外，墙面上的壁柜有12个场景进行陈列，非常方便我们来购物和体验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前沿的科技成果和产品。这里是华为的影像专区，这里每天还会举办免费的讲座活动。智能家居也是华为的一大亮点，这是一款华为生产的智能牙刷。华为的智能空气净化器，整个旗舰店的营业面积达到5000余平方米。一楼是产品体验区，二楼是全景体验区，三楼为多功能体验区。这里就是华为上海旗舰店。蓝色，但是你要有一个红黑白。